你看你，一来公司就精神，说明你还是热爱工作的。那是因为有你啊，你可答应我了，不许再乱跑了。放心吧，我呢就会好好为你加油打气。有监控啊。怎么，你不想为我加油打气了？哎呀，我答应你的，我肯定会做到的嘛。好，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好，那让我们一起加油吧。老板，叶总等你很久了。哦，